你好。哎，我们这里买了多久了？你忘记了？应该两年多了吧。有这么久了？开始吗？好，我们开始。我买的这个是我买的，这是我买的，就是你聊天。我是在有一次的展览会上。是古巨展。也是辅具展，我好像每次辅具展都要抓一个宝贝回家。那这个呢，我当时看了非常的兴奋，我就给他买了。那当时这个呢是比较便宜的啊，因为它比较轻巧啊，我记得这个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合我们家妈妈用。因为呢，这个自己要在那儿有很多的功力要做，但是这个呢，只要躺上去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比较贵一点，但是我还是把它抱回家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因为我希望我妈妈的身体各部分都可以得到这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呢，我是我用你的身体来，三个，我是这样做一个部位，然后呢是在脚上面，就是就你可以坐上去吗？坐上去，反的，对，是这样的。可能是在坐在上面，然后脚踩在上面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比较大只，我妈比较小只，所以我妈妈臀部是在这上面的，对，然后脚的涌泉穴呢是在这个按摩的器材上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涌泉穴是身体的大穴，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哈，常常我们这个涌泉穴都要做。然后我妈妈的臀部呢，因为她臀部因为这个没有好好的正位，所以她的臀部有歪斜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有。然后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她的这个海底轮麻烦您一下。第三个部位就是这样，好，麻烦你，是这样。那这个有什么好？就是在海底轮的部位，然后可以打到这个臀部的底端，就是这个骨盆腔的下面，是针对海底轮的位置。海底轮呢，就是我们七个轮的第一个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而且我妈那边已经很僵硬了，所以她的腿是这样的，是这样夹得非常紧，所以我希望把这边打松了以后，她比较容易可以回复正位。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位置。那第四个位置呢，麻烦你，我们把这个弄下来。那第四个位置把这里放上去一个枕头，然后这个马达呢，就可以打到这个这叫什么窝？膝窝的这个位置，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穴道。那我妈这个膝盖呢，她没有办法伸直，那我希望这个地方能打了以后这边松了，这个脚呢就可以伸直，因为它这个是蜷曲的。那我们这样做虽然做了很久，它有比较直一点，但是我觉得速度还是不够希望它加速。所以认为说如果有这个东西在这里的话，它可以更快的就用机器来代替人力。你叫一个人他在每天这样拉不到多久就累了啊！虽然我们很努力，可是还是会累的，所以我们就做这四个部位。但是拿下
同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外籍帮手呢曾经跟我讨价还价，说可不可以客户来说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么多部位哈、啊、我是一天做三次早中晚，然后一次做四个部位。那今天进来来一萍姐这边好多就是沟通一下，我其实他沟通能力很强了，所以说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于你要按摩的部位，好，你只要在附近其实有接触到基本上都效果都还是会达到。对，好，那这边我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啦、啊、对我姓林、哦、那可以叫我大猫啦，这是我的绰号这样子。好，那我的专业在于说我的专业在于营养医学跟体重管理还有这个身心灵方面的知识。好，那今天来这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器材，它这个叫奶管，奶管，尼加拉瓜瀑布的奶管，它是来自于澳洲的器材，它使用的是一个震动的原理，那用震动的方式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你放松。好，那今天一萍姐这边就是说，我大概从侧面了解到她给妈妈使用的情况，那我觉得是有点辛苦哦，所以我今天特地来这边来跟一萍姐沟通一下，就是我们器材它的穿透能力其实很强哦，所以并不用特地的要去一定要让这个器材的去接触到我们该按摩部位，它其实在周边哦要接触到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那这边我因为它的这个是我们手疗器哦，它是属于比较小只的设备，它的马达的原理跟我们这个理疗的电视一样的，对。但是我示范的时候，我用这个手疗器去做示范，因为对，它是这个马达，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好，那这边我这边做一个示范，就是我现在用单手哦去抓住这个手疗器，那我就是让一萍姐去摸看看它传递的距离，可以慢慢去摸看看去感受的距离。这里。这个地方是最强的啊！你看，你可以看到我的手也在动，啊，那这边也是有，啊，这边都有，都蛮强的。可是可以感觉到这里跟这里就已经距离是会有一点差异，截然不同了。这里到这里就已经截然不同了，啊，这里是非常强的，啊，这边就已经这边。按下去它还会有麻麻的感觉，这边可能就没有，然后来到这边啊，这边啊差不多，可来到这边啊，这边就又是一个就是又一个很大的下降了，啊，这边几乎已经没有，我觉得是已经没有太大的功效了，来到这边有一点点的小微的震动。但是它传递的范围到这边基本上都还 OK 的，它半径18已经错了，大概就是50多公分了，对，所以基本上它的能够穿透的穿地的范围大概就是半径18英寸，它是可以到这个距离，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在给妈妈使用的时候可以保留两个姿势，就是说原本做四个部位，然后把它精简成两个部位了哈，那也就是说分为上半身跟下半身哈，我会建议是保留这个姿势，这个好，这样照到吗？我看看，这样哎有，嗯，保留这个姿势，这个是按摩上半身，哦，让上半身整个得到按摩的效果。它其实这个按摩姿势，其实到我们上。手背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好，那另外一个的话，我会建议，膝窝这个，膝窝，就是刚刚的最后一个，去点它，这样子，好，用这样，大概用这样姿势了，对，那这样子去按摩，对，因为马达它是顶到膝窝的话，它是在我们。下肢的中间的部分，哦，所以它透过这个地方把震波向下去传递，哦，这个是也是不错的方式，哦，对，那这个这样子两个动作的话是可以比较精简，那减轻这个就是避免去移位的负担，哦，那这个是我给一萍姐的建议，这样子，嗯，那不晓得一萍姐你想法怎么样？哎呀，
对，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当然如果说您要求比较完美的话，就必须要付出比较大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有这个劳力成本这样子。对，就是说中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折中的这个的考量吧，对。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切中要害了，就是因为除非我自己弄，对，除非我自己弄，否则的话就是要靠人家，还是要人家愿意。但是我是，可是我觉得说，我妈是全身都给你的，全瘫的。是。那其实我们用机器来处理。那实际上人就已经省了很多人力了，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请人来是不是也是希望他帮我们这些多少都按摩一下、抓一抓嘛，对不对？那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应该是已经是很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机器在做，你人只是把它换个位置，这样有太过分吗？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对对，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麻烦或者累，到底那个标准在哪里，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对，那只是说我们在你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啦，就是在于这个体力、时间、成本付出，那还有帮她照顾品质，这个东西就是怎么去衡量哦。那这个其实没什么对跟错的问题了，就是怎么去衡量，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能够很轻松来做这个事情，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要跟他移来移去，啊，这个外籍的帮手觉得很麻烦。那我看到有另外一款产品，它就是一个垫子，啊，一个全身的，就像我们睡袋那种大小那么大的，所以它只要躺上去就可以了。对。那它标榜的是。做那个微血管的循环啊，听起来是很不错，那直接就作用到微血管了。那我蛮能这个能接受说这样一个机器就直接打中要害，微血管都给你清干净。那我很想知道说你这个机器。对，它的作用是到哪里？因为他说到微血管，那你这全身这样打，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可以打到微血管呢？对，那个意思是这样子了哈，因为你说的那个机器，其实我去大概看过它的说明，对，但是在哪里看到呢？就是它的官方的网站去大概去了解一下，对，但是老实说，那个机器我没有去用过。对，我们也不能说去背书这个机器是不是一定有效或者一定没有效果。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因为不是我们家的产品，那他说它是二级医疗器材。对 对，那毕竟不是我们家的产品，那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我也没用过啦。对，不能说哦，那一定好，然后你买下来，发现不好，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会责任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就不能没有我不是要你对对对评论那个，那我怎么会？是请你来评论那个呢？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有没有，那这全身都这样按摩了，我想当然尔，这个是不是微血管的部分也会按摩到？嗯，因为你的微血管就在肌肉里面嘛。其实这个会传递到我们身体，其实全身都是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个你不用太担心的。所以是不是它的微血管？也是在那震动的，对不对？当然了，这个震波传递是每一寸的这个肌肉组织它都这样传递过去的，所以它震波是这样子绵密传递过去，所以每个部分其实都按摩到。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它，这个肉都有，那肉里面的微血管当然有震波，也受到运动了。对。那既然这个微血管。在肌肉里面的微血管也在那震动，是不是表示它的循环也是同时就会增进了？这个我只能说它帮助你到按摩了，那这个按摩会产生什么效果，真的就不懂这样子，对，就因为法规上的关系了。那我只能说它是的确是可以帮助你全身去做放松，然后帮你做按摩，
他的美术的按摩就会，他的按摩的振幅都传递到你美术的肌肉跟这个组织血管，它很温和的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对对对。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啊，是既然这个肌肉都在震动了，肌肉里面的微血管当然也在震动，那肌肉里面微血管在震动，那它的血液循环当然是会促进了。我自己是这样想，所以我在想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买那个全身这样照的？那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冲动购买吧，那多做一些评估，好、哦，那到底是真的有效，确定有效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决定这样，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一笔小钱，它已经听说要20万这样，对对对，就建议多做一点评估，先不要冲动消费这样，对。我是非常想要把它买回来，只要是。人家说对妈妈有效的东西，都想要把它抢回来。冰姐真的是很关心妈妈的健康，这样子。对对对。好的，但是说实在，这个价钱让我有点却步。而且我已经买了这个了哈、我就想充分的利用我已经到手的东西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应该说以我们的观点来说是物尽其用。对，今天既然就已经购买这样的器材了，然后当然就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效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除了妈妈在用之外，一定你自己去使用，去体验到他们会带给你这个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我也有使用过，有一次我就是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用完了我就睡着了，这个东西就在我的背上，可以帮你放松，那你就舒服。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就是当我这样躺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高度，所以我的两个手臂是往后，放很难放直。我当然是放直的做嘛，对不对？我拿一个枕头，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解决？我是这样躺的，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是，因为它有一个包住我的手。好，这个不能解决的、啊，而是你手两边可以再多放，比如说毛毯啊，可以稍微增加点高度的，但手比较不会在这里，就是悬空的感觉这样子。对，两边可以稍微放些毛毯。发现我这个，你就说这样。可以这样去解决吧。毕竟那里的东西有点厚度。所以我像我这我在我脚也是放平的嘛，是，我是觉得这边它有一个厚度的关系，所以好像这有一个落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下面也给它垫起来？你如果觉得这个悬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可以稍微垫一个东西或者下面高度，比如说你手会觉得悬空的话，就放一些毛毯或者什么小比较扁的头，其实都会帮助你减轻那个不适的感觉。对。解决的方式。是。好，那今天非常高兴你今天过来，帮我说明一下，是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就适当的方式来物尽其用的条件。当然，那就希望说我们家的器材能够照顾到妈妈，还有我们全家人的健康，都能够帮助到我们。另外，我突然想到，我这个手啊，对，我这个手有妈妈手，对，就是这个如果用一点什么，我这边就会舒服。妈妈手就是这边肌腱发炎，对，肌腱发炎。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放松。那我要怎么做呢？可以这样放。不舒服地方在这边吗？
大概这一块。这里。可以这样子放。是手靠着这个马达的位置，让它帮你按摩放松。我这样抱着。你是右手不舒服？是左手没有。左手没有。没有。但是我的末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我这边的手指头的纹路都，真的哎。啊，对。你好像都没纹路。对。怎么会这样？对，就是因为我这边全部，都非常麻。嗯。都没有。以前那个这个端是扁扁的，现在都胀起来。是。所以不舒服就靠马达。靠马达。然后去按摩，帮助你放松。在想说。所以只要有某些姿势或角度会比较痛苦。我基本上我做家事就会痛，不小心。动到一个我就会很痛的叫出来，如果动作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说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对。就让那震波就传递到你手，然后帮助你按摩一下的。对，是。就是两只手。两只手当然更好。既然都按了，就两只手一起来。对，两只手一起来。这样放着好像有点怪怪，这样放吗？或者是，其实你不一定要只能放在马达，你可以放在这里，就让手更压一点，让那个震波传递。或者是你又觉得震波不够的话，你靠近马达一点，让它传递过去更好。我是觉得，因为这里。